较烧麦啦，啊伊叫警察来啦，哦，啊伊讲一批乌标，啊出青头皮讲哦，因太太讲无钱啦，啊即、這个因查某食了唔好啦，所以哦足无满意啦，啊所以讲伊才是青头皮讲，为啥物个青头皮讲哦？伊食慢慢食了遐贵个，甲维持两三年吧，无千九百倍，所以讲哦，伊食了足不惯啦。哦，爱是个人个行为啊。那这个摊商是不是在这边有很多抗议的记录啊？啊，很多记录嘞，他每次拢含不给人家一间小玫瑰。哦，啊，后来怎么都解决？怎么解决？怎么解决？拢叫警察来，还是应该解决？讲啊，人家就讲叫做了解消灾安尼啦。那我们六合夜市会不会觉得这样子行为？对啊，作为客的，阮六合路，阮家华商，大家到尾作为客，大家拢对我叫我爱家己看面，看家己，看一头走，因为这阮六合发发完钱后，哦，伊这利润太济了，所以讲哦。